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灌顶的这个内义。密教的这个灌顶呢，它的内义啊很深啊。有的人以为啊，灌顶呢只是一个仪式，好像皈依一样啊，皈依的一个仪式而已啊。事实上啊，不然。它有很深的这个内义在里面的。那每一个灌顶师啊，也就是灌顶的这个金刚上师啊，要做灌顶以前，一定要做灌顶的修法。你是灌什么顶呢？一定要修什么法？这个互相啊配合起来的。那灌顶师啊，一定要做意念啊，去招请这个本尊啊，在虚空之中。然后呢，本尊啊，还要进到灌顶师里面，就自己本身啊，就变成了智慧本尊。接着啊，这个灌顶师啊，他的灌顶的法器如果是金刚瓶的话，金刚瓶呢就要用意念招请这个智慧本尊进入这个瓶子里面，然后智慧本尊在瓶子里面呢，焚身里面呢，从他的毛细孔流出甘露，流出甘露以后表示啊，这个瓶子里面所装的就是智慧本尊的甘露，这个才可以给这个所有的弟子施行灌顶啊。这个是在灌顶师方面的。那么受灌顶的这些弟子啊，必须要知道是做什么灌顶，那么口中啊要念这个智慧本尊的咒，手呢要结智慧本尊的手印。在观想方面来讲起来，我常常讲啊，要把你要灌顶的本尊呢坐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受灌呢就很有意义在里面了。这个就是灌顶的内义啊。灌顶师啊，必须要做种种的这个意念的招请，把自己变成本尊，甚至于灌顶器也是一样要变成本尊的。受灌顶的要会念咒，要这个本尊注顶，还要解锁印的。所以很多弟子来求这个，求师尊灌顶。他们讲说要灌什么顶，我说好，那你就念这个本尊咒吧。他说我不会念。那你说这个就是不合了，不合。他说你解锁印呢？他说要灌顶这个微光如意法。我说好，你解微光如意的锁印。他说我不会。我说你要受灌顶以前呢，你就要请教了，这个咒语怎么念，本尊怎么观想，手印怎么解，一切都要清楚啊，不是很随便的。所以弟子来求灌顶呢，一次啊，他有的说好，我要灌顶十个灌顶啊，一次他一张条子里面就写着十种灌顶。我说啊，这个十个灌顶啊，全部要招请智慧本尊的。你以什么来招请呢？当然师尊啊，他可以用意念呢、用意念去招请，没有问题。这个请他来了，因为我事先都有祈祷，事先呢、本身都有求这个佛王啊、仙王、帝王、三王护持。那么求这个好像是说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来那个做升坛城，一招请很快就可以招请到，
但是当弟子本身受灌的条件里面呢，你是不是明白本尊，明白咒，明白手印啊，这个都是灌顶内义的，很重要啊，很重要的这个灌顶内义在里面。所以受灌的人跟灌顶师跟灌顶的法器，三者必须要合一的，三者必须要合一的，否则啊，你这个灌顶呢、啊，不会有什么这个啊这个灌相出来。你三者合一的话，就可以产生啊这个灌顶的灌相。啊，谈到这个灌顶的内衣里面的灌相啊，很多人受了灌顶以后啊，很快的他的业障就消除。所以卢师尊呢、啊，以前在做很大的广大的这灌顶，很多人出现奇迹的，一受灌顶呢、啊，啊，他这个头上的瘤他就消失掉了。一收灌顶呢，他身体本来有这个宿疾呀，本来有常年的这个毛病的，这个毛病就没有了，这个病就消除了。一收灌顶呢，他的业障啊，黑业就流出去了。啊，这个善业啊，这个白色的业啊，啊，他就进来了，白色的法流，白色的甘露一进来啊，把这个黑色的业啊就消除掉了。说病就没有了啊，像那个肾结石啊、胆结石啊、啊膀胱结石啊，突然之间呢、啊，他再去照 X 光的时候啊，就没有了。然后身体啊，这个腰酸背痛啊，这个腰啊酸的啦，背啊痛的啦，就通通都突然今天受了灌顶以后，就通通都没有了。这个啊，就是一种惯相。另外呢，还有晚上的时候啊，你今天受灌顶，今天晚上啊，梦见非常吉祥的梦。啊，活菩萨这个放光加持你，你看见活菩萨了，看见本尊了。那么你游天上界了，到天上界去游历，你可以乘空飞行了。啊，乘空飞行，在虚空之中啊，凌空虚步啊，啊，凌空虚步这样走来走去啊，哇，你会飞了。你这个吃白色的东西啊，吐出黑色的东西啊，你把自己那个好像是身体啊里面的这些那个业障都消除。还有人呢、啊，梦见呢、啊、这个灌顶以后啊，他梦见了自己梳头。一直梳头，哇，这一梳啊，很多的这个虫啊，从头上啊爬出来，掉到地上，满地上都是虫。这个就是惯相，他本来有头痛的毛病，已经三十几年了，经过灌顶以后啊，这个毛病第二天呢、啊，从此以后就头痛就完全都好了，就痊愈了。这个就是惯相。所以灌顶有很好的接受的啊，这一点呢、啊、必须要这个，因为啊在密教的灌顶呢、啊、它有甚深的内意，表示一种法力的加持，法力的加持，一种白色的这个法流进入你的身体，让你的黑夜可以消除啊，不是只是一种仪式啊啊，一般的宗教啊，举行这个仪式啊，这个仪式做一做啊，就表面上就是算你是皈依灌顶，但事实上啊，真正的甚深内义里面呢、啊，是有这一种白色的法流进到你的身体，你的黑夜消除的。啊，就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